杨绣球的扦插方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杨绣球的扦插方法。首先第一步，准备工具，枝条选择当年的半老不新的最好。第二步，节点下方一寸左右，也就是3到5公分处斜切。第三步，节点上方平切，把芽留住。第四步，把叶片切除差不多1/3或者是1/2就可以。这样就是扦插的第一颗。第五步，接下来插入介质里，介质可以用 2.0 的制石、细的芋泥泥炭等等。扦插前记得一定要将介质先用高锰酸钾或者是多菌灵之类的杀菌剂清理一遍。